我很喜欢旅行，我经常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是处女座，我的行程安排是特别特别的有规矩。自己的行李你不数好了一二三四你再上车，谁管你呀、啊、出门。我的行程安排是特别特别的有规划的，有规划的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录音棚要录我们花样姐姐的主题曲，还是比较的紧张，因为我今天嗓子非常的疼。录歌当天丢掉偶像包袱的金晨毫不掩饰的在镜头前开起来嗓。我的嗓音比较粗，我说话就能听得出来，就比较爷们儿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跟小编一样，好想为经纪人送上一个大写的心疼？